甚至讲什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等的啊。那其实对台湾人民来讲，你一直讲一国两制，可是我一直讲自由民主啊，我们要的就是自由民主嘛。所以我们常讲说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，好，我们支持我们的国家，支持中华民国。对我来讲，中华民国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国家，它代表的是一个价值，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。